今天找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缓的河段，就是说不是很深，河面呢很宽啊。虽然温度很低了，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个春天就要到了啊，这个草都开始绿了。之前一直都是找那个比较窄的啊，比较深的，比较陡的地方钓。我今天呢就找一个滩来钓的试一下，看效果怎么样。这个地方呢去年这个时候钓效果非常好，就是说口非常多啊，就是鱼不大，口会很好。还是钓闷杆，开拉，先用短杆钓着试一下啊。这个地方的水不是很急，如果实在不行呢，我想换个8米1的试一下。没有，护都没下呢。这个是中了第一条鱼，这个看见没有？嗯，快来。嗯，钓了半个小时了，是不？它这个小翘子。应该钓得到，今天这天气还可以。你以前钓过很好是吧？哦，我夏天的时候来这里钓多。哦，夏天那是什么时候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动作很大啊！小鳊鱼。柳叶鳊。这个肉越多。太小了，关键是。又来一个啊！又是柳叶鳊。就腿啊，鳊子游过来了。它应该是四往下的，不行啊，这个鱼。今天没有得抄啊。我这个抄完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跑了算了，这个跑不了了。啊？这个鱼已经不行了。哦，要死了是吧？对。哎呀，是个活的。用短杆钓了三条鱼，现在呢，我决定呢换了个长杆，用8米1的杆子来试一下。今天怎么没几鱼啊？它这个水啊，它走的它，反正还好，钓个闷杆的是刚刚好，钓漂了有点难受是吧？我就漂了，我要去钓闷杆。我们是能够用闷杆，是绝不用漂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一般用了，我用了5号锈。那钩门差不多宽，就是钩条粗一点。管了，试一下。
甩大鞭啊。啊，拍抖音，嗯，做视频没？耶，这个毛子这个洗头啊？好像是狐尾巴。啊，我们是个鲤鱼吗？好像是狐尾巴，这你都看到了。哎呀，我看到尾巴甩了一下，你看是不是？啊、洗头哎，好大了。啊？鲫鱼啊？鲫鱼啊？鲫鱼啊？还是要长杆吧？对。我看他们钓大鲫鱼都是长杆子，我没有太长的杆子，我是六米三，只有六米三的。这个你用的是个六米三的是吧？啊，太长杆子钓太累了。有没有七八两？没有，估计六七六两吧，六七两吧，这个。看这个鲫鱼好大呀、啊！哎呀，要么来就来一个。又是个鲫鱼啊，没有刚才那个大。换了长杆之后，钓了两条反鲫啊，感觉鱼口也不多。今天一边钓鱼一边在那个退水，估计是这个原因呢、啊，鱼口不是很好。并且呢，今天又捡了一条鱼，这个不是什么好事啊。不要说什么羡慕什么运气好之类的。这个鱼不是被电的，就是被网的。对于钓鱼人来讲呢，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运气啊。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